志霄哥，教练，我休息一下。好，去吧。志霄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前两天我一直在郊区录综艺，没时间来看你。那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。谢谢志霄哥。 喏，云卓，上次对不起啊，你生病了，我都没能过来看你。没关系啊，你刚刚不是道过歉了？倒是你呀，别那么拼，感冒才刚好，又开始没日没夜训练，别又倒下了。你也吃一个。好酸呀。